欢迎收看《阿雾狼人杀》。欢迎浩平，二号艾丽儿，三号李东轩，四号江尚如，五号龚延兄，六号林廷汉，八号杨世宏，九号冠宇。好的，今天呢是玩爱神局。那神局的部分呢有预言家、女巫，女巫这一次是可以自救的、哦、第一场，然后再来是恋人跟爱神。那爱神呢每一晚呢可以连两个人成为情侣，那如果情侣被杀呢或是被漂，另外一个要一起殉情哦，殉情者是会闷掉所有的技能。那爱神呢可以一晚不连，但不能连续两晚不连。然后狼的部分呢，一个狼王跟两只小狼，狼王在自己阶段可以自爆带人哦。然后名有三位，没问题的话请确认角色身份。好烦，不要这么躲。为什么全部一直看我？不要看好吧。我来看怪。真是第一人。狼人现身，岂是真友？狼人却认得彼此身份。狼人的心杀人，正对面的九号冠，九号嘟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抽完一个牌要嘟嘴，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偏身份牌吧，非神即狼，因为平民会要就是会要特别做表情还是什么嘛，我不知道，就觉得九号可能是挂身份，等一下着重听九，然后就转过来看了四号，我觉得有点偏尬，因为我们是接近要戴面具的时候。对到眼的，然后他就很硬看，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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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然后才这样。所以我觉得四号感觉有点像在就是想说，有人跟我对到眼了，我要好好表现这个卦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四号可能偏尬。刚女排玩的第一刹那的时候，我是听到二号他讲的，好烦。我不知道这好烦是因为人家看到你给他一个 feedback， 还是说你可能抽到一个。因为他在开始之前说，我不想再玩狼了，所以我现在不是，我就轻轻微踩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心里的那个不小心讲出来说哦好烦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是人你看到人家一直看你，然后你觉得
这样子的要给 feedback， 这样子很烦。对，那刚刚看了其他的，我刚刚其实因为你知道吗，就不太会抿，所以其实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呢就这样好像有点滑水，但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资讯，想要听后面的，好吧，先听后面的，然后再来分辨一下。过抿牌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一开始有跟五号对到眼，他给了我一个炯炯有神的眼神，所以五号感觉应该是 X 边上，感觉是张好人牌。然后最后看到一跟二，我跟二号那个对眼是因为我觉得一跟二怎么眼睛这么大，就同时两个人同时看着我，我觉得哎，怎么有点被吓到的感觉，逆带我，就一个突然，就是因为我刚好就我都没有跟打水到，你只有跟五号，然后我转过来的时候刚好两人同时看到我，就也观察一下，感觉一二都偏好。然后三的话就是感觉也温温的。然后刚刚三号在发言的时候，我就要看我左半边，左半边只有八号一直在看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八号可能有点东西，我想丢点水包给八。然后其他人的话，我觉得都还好。名牌就是一二五着重看，然后都觉得还行。五号偏好，然后八号可能有身份偏不好那边吧。先这样过。好，一挑杀。你验他的心路历程是我在闭眼的时候戴上面具的那一刻，他还在跟我对眼。我想说也太做作了吧。我一开始原本觉得，因为雨婷在抿牌前他是很认真在看大家没错，可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看我那一刹那，我觉得他很像，所以我查了他。但我抿牌是抿一跟四，因为四在看我的时候他是有跟我挑眉的，但我觉得雨婷那个戴上面具的那个韵味对我来说比较像狼，所以我查了他是查杀。那我现在在想说他现在是龟跳位查杀，因为我在这个位置发了查杀，我不知道后面他们狼队悍跳会不会再起跳，因为雨婷是在查杀，也有可能雨婷自己原地起跳。那如果这里有人要起跳的话，我们可以出雨，如果没有的话，雨有可能是小狼，然后狼王引下去，因为已经被发到一个查杀。你说懂我意思吗？他要么原地起跳，要么他拍一个身份，可是他也拍不了什么身份。我觉得，因为女巫前面他是最后一个位置，他没办法找到女巫，所以就只有这两种方式，就是雨拍了身份，跟我原地起跳。那我们可以出他，因为他应该不会是那只狼王，我是这样觉得。我先信雨。我觉得他的心路历程我还蛮吃得下的，因为刚才他聊的那些，他抿一四，然后直到戴盔之前，我就有看到一五都很晚戴盔，因为我也很晚戴，然后所以这件事是确实有发生的。然后他讲的那个其实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七八九十有人跳的话，就是原本安排好的嘛。那一不管怎么样，除非一。我觉得待会他们应该会赢下去，然后一起跳，但是一应该会是那张小狼，所以，我听听看后面的站边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站得蛮稳的，然后，我觉得八成是一会起跳，然后前次会发言，我觉得三比二不好，二作为首次会发言聊的还蛮多，反而是三的。三没有去就二的聊天内容去做什么点评，只是点他说一个好烦哦，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三在我这边不太好。我也是蛮吃得下五号这个预言家的发言，因为他还把后面的形状先预想出来给我们看，等一下会怎样怎样怎样，蛮像一个真预言家的视角然后跟发言。然后也是因为一号查杀雨婷的状态真的很怪，他就是一直在转他的椅子，然后结果到六号发言的时候，六号说他要站我边的时候，然后雨婷就转到后面这样一个心虚笑，然后是我的儿子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好啊好啊完蛋没人要醒，还是好啊好啊你卖我？就是六号的这个身份，我反而因为雨的状态我有点不确，我现在站我边，我觉得雨是查杀，但我不确定六的身份到底是他的狼队。狼队要把我抛下吗？好啊，不救我，还是那种好啊，没人信我，所以六号反而有点进我的一个问号区，先问号区，因为我被雨的状态有点影响，那个旋转心虚感。然后我觉得二手最发言的状态跟什么一切都很好的，就是中规中矩，该盘的也都有盘到，该抿的就是讲出来，没有什么太怪的地方。那三号是我觉得第二个发言，他
他有盘到二号的东西，我是觉得他想二号好烦，那个就是一种他在盘二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六号有一点对三号太严苛，然后他也直接说哦，他真的没有什么资讯，因为他名牌也很烂，所以他想要听后面讲，所以三号的发言我基本上我还 OK， 反倒是四号，因为二号有踩四嘎，可是我在四号的发言里面好像没有听到他对二有什么点评，只说一二眼睛大吓到，我想说你怎么完全没有对二有一个 feedback， 或者是你想要跟他讲解什么，或者是对他有一个回踩，或者是要保他什么，就是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四号反而是二三四里面最怪的一张牌，四号名牌是民众的，所以我以为他会起跳什么东西，结果他没有，那二号牌是名牌是四号是三号牌有点说二号牌一看完盘就立马哦好烦哦，我就看到他在跟冠宇这件事情，那这个名牌是诚实的，就如同六号玩家讲的，所以我觉得二号牌他名牌是很轻松的状况，加上他手坠聊得真的非常饱满，还有前坠所有人，我不相信狼就是八九十对吧，前坠可能要铲狼，就位置学来说前坠要铲狼的情况之下，大家都说这个二号像好人，那我觉得可能是狼视野卖出来的好人一张，所以我觉得二号比较好。六号有在聊这个诚实名牌的东西，跟我想法一样，我觉得六聊的也还行。那前面聊的最差的，我觉得是这张四号牌。四号牌说二号牌着重点，四号牌名牌好奇怪什么的。那四号牌说，哎、啊，我名牌的时候就是看了一下五，我跟他对眼，那转过来看到两双水汪汪大眼睛，一号、二号小姐姐。都好人，他们要点评说二号讲说四号差，然后四号反身回去说二号好，我觉得他们有说我觉得你是好人，可是你打错我了，一般的正常的好人逻辑应该会这样子聊天，所以我觉得四号是前缀发言比较差的一张牌啊。那五号牌呢，就是现在软战嘛，毕竟还是要给狼一点发挥空间啊，我这样就是铁战了。除非后缀起跳的人非常的聊得非常好，要不然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站五号边。那刚才九号十号八号都有在进行互看的动作，都没有要起跳的感觉，所以可能就是一号要用力一点，自裁惯了。我觉得狼蛮像一七十的，然后我觉得二是好人，三也不是狼，容错顶多是四嘛，因为四他觉得一是好人，那但是现在高居一是狼，所以四再看看。那如果四真的是狼的话，七就是我打错的好人，但是因为我觉得七去打到六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六很像好人，所以我自己坑锁一锁就是一七十，十就是那个前面都已经如果我没有保错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坑位杀，所以就这样。对啊，就是他还没发言他已经是进那个位置，对，二是还没发言的时候名牌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很像好人了，然后即便三他去怀疑二不好，我都没觉得三一定是狼，因为我觉得三这么久没有来，他如果是狼的话不太敢直接去在二还没有什么太不好的情况之下就去打二，他是发自内心觉得二可能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三也不是狼。好，那我会出一，然后我觉得五是预言家，哦不坑位杀九号狼。你要坑我也可以，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蛮信五号，原因是因为五号在讲的时候跟后面每个人在讲，我一直看刘雨婷，那你有好算了算了，就我的队友也没有要救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一号整个状态很不对劲，因为我看过他女人强势姿态的样子，他这场没有那个底气，虽然我跟你讲，因为其实五号你要跳的也还蛮 OK 的，但是因为一号感觉好像从头到尾好的不玩了，所以我觉得一号整个很放弃状态，可是因为我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我觉得三号比较紧张，因为你们前面全部人在推四号，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四号是从我的肚子伸出来的，就四号最厉害就是聊这样啊，就是我知道他都很爱聊那很模糊那没什么内容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一直是这样，所以我对四号的容忍度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因为三跟四确实是前面聊最糊的两张牌，你们认为三号那个发言你们觉得是有内容，可是我觉得三号在聊二号紧张那一大段都好紧张，就三号聊说我刚看二的还蛮紧张，就是二紧张这个东西还蛮顺口可以讲出来，可是三号聊二很紧张这个点
连讲出这一串都好紧张，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三很奇怪。反正我现在坑位就是1934开一，因为我觉得九号刚刚的坑位是什么1710，你说七打六很奇怪，我觉得你打七更奇怪，因为我觉得七的发言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因为他打六问号原因是因为其实五号盘出那个格局很完整之外，可是六号是完全没有盘说哦一号有没有可能会在起跳，但是六号是对后面就是哦可能一号就是真的铁小狼，所以他讲完这一段我其实对六号是有质疑的，所以七号踩了六号我个人觉得非常的 OK， 但是九号这个坑位杀觉得七可能要进坑，所以我觉得你才要正更进坑，所以我狼坑可能是19然后34开一 MVP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二蛮好的，五是正玉，然后其实我原本以为八要起跳，因为八其实在敏牌完了之后开始做了一个非常大串的笔记，然后到五发言的时候他也是大做笔记，所以我一直以为八要起跳，可是八没有跳，所以八可能要再更第四顺位一点点，我要再听一下，但是我现在狼坑就是1934开一，我你没有要给我机会吗？没有，他觉得我有可能是好人吗？想要我去死是不是？那我就准确。我想一下哦。你好会发哦，我发到狼王，也不一定会输啊。嗯，我想要29大耶，我觉得29比较像身份。爱神有没有脸？爱神，你有做效果吗？带我，你就觉得爱只会脸二九，对。你真去，那不带你。带九。一号回去，好吧，好开心。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守护，你要吗？你要护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要请睁眼。昨晚，五号、七号被杀死，死者请去。我觉得狼坑可能是138，我觉得十号刚才排的狼坑还蛮完整，就是34开置换，然后十去打了九，但是九是现在是好人嘛，九被枪带走，然后七我觉得因为七我这边真的没有笔记，因为他聊的时候我觉得聊的实在是蛮好的，我都没有笔记，然后四号不好这个点是从七号这边开始提起来的，然后八号顺着去打这张四，所以我会觉得四在十号聊完之后，我会觉得四号会不会再是那样好人牌，然后所以这边他变成狼队想要扛推那样牌，所以我觉得三确实是还是在我这边比较有机会做那样狼牌，三比起四，然后二真的很像狼队视野卖出来那样好人牌，所以我打213，但我不知道女巫读到七，因为七刚才虽然打了我，但是我觉得他前面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七八如果七是读对的话，那可能是三号，那最差的情况就是剩三八两狼，
不用听十号讲，我觉得着重听二号讲吧，因为我自己这一轮还是觉得二六的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偏好人的身份。十号牌是我的容错，我自己打的坑是一四七十容错，我觉得女巫可能读对了，我一一跟大家分析。首先是被狼王枪出去的这张九号牌，九号牌他说的坑是一七十容错四，我觉得蛮死的，尤其是九号牌他的打的点都在逻辑上面了。十号牌容错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坑位杀嘛，可是他是直接把你打入正狼坑，我是把你放在置换的。我还是对四号有一点怀疑，我觉得不能给他那么高的容忍度，所以着重听这一局四号的发言。那九号牌发言完之后，我反而对七号牌开始产生疑惑了，因为呢，九号牌说六号七号牌这么狂打六号，然后我在对我的笔记，六号牌他还对六号牌说六对三太严格了，你狂打六，你觉得六像一张狼，然后你管人家狼对一个三号牌严不严格，对吧？所以我觉得三号牌好像是，我认为七比较像狼的话，三号牌可能是狼卖出来的视角，所以我自己想要打的坑是一四七容错十，八号还是得要进我容错位置哦，因为我觉得踩到我的点都很奇怪，因为你说你们大家都想要踩七号牌，我还是觉得七号牌是好人，因为在六号发言完，七号打六号那个点跟我心中的犹豫是一样的啊。今天只有五号一个位置挑预言家出来，后面还这么多张牌哦，那他怎么能确定五号所盘的时候哦一号铁小狼，那狼王不会票，哎，结果一号真的是狼王啊，所以我认为七号质疑六号的点，他站那么铁，并且相信五号那整个小狼的剧本是成立的，所以我对六号也会有一点质疑。可是因为六号在这一轮发言，我觉得还蛮正气的，所以我觉得六号是好人，二号也是好人。我的轮次想要定三跟四，因为三跟四刚刚在我上一场就已经说，三跟四是我的容错位，然后八在三跟四的再后面一点点。可是八号这一场的发言完全没给十号空间位，你直接把我塞进那个所谓的坑位杀。我因为你踩那么铁，我觉得你先进我的坑位。反正我坑位很简单，三四谁聊不好就出去，因为我觉得这一把的票要定在三跟四。然后六号嘛，二号，那我觉得八怪的点是，你觉得一号带九号，就是觉得九号的坑全部讲对吗？就是你定了这个坑位，只是因为一带了九号，那九号在生前讲了一四七十，我还是认为七号是读错的牌，因为我不知道七号那个发言哪里像好，而且七号在那个位置还反过来说，哦，我觉得三那个发言我吃得下，我吃不下，但我吃不下，所以我觉得七号那个他如果是狼，他一定是赢下去顺打就好，所以我不认为七号像狼人牌。那你们也可以觉得七跟十好像两张狼人牌，我死保七，所以我不认为八，你发言确实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大 bug， 但你先进我容错，但我这一场想要把轮次定在三跟四，反正二号你可以盘一下，因为我觉得三跟四是刚上一 round 发言最不好的两张牌，对，反正三跟四 PK 吧，应该会有一狼过。我的狼坑是一四十，因为我觉得上一把小赖保了三，保了四，就是大家那时候都打四不好嘛，但他保了四去打了这张三，然后今天把轮次定在三四，我觉得偏怪。而且你打八打那么严重，你就是大可以就说这轮我想要票八，就是干嘛还要去说三跟四，听发言去盘说我们等一下的轮次是这边，所以我觉得十没有到很好。加上你刚刚是把九放到你狼坑里面的牌，然后依照九的发言去打。就是打你的那个狼坑，所以我觉得蛮像你开视角的牌。然后因为你打八，我觉得八很好，因为他前一轮的发言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因为他说四聊的不好，然后二六是好，就是跟我想法一样。因为五如果跳了，六跟一如果作为队友的话，五在那边跳完预言家之后，六大可以模糊焦点，但六的发言第一句说我还蛮站得蛮稳的耶，他直接站得蛮稳，就站五站得蛮稳，所以我觉得一跟六如果作为队友的话，六应该会稍微模棱两可一点，对。然后三跟四确实发言都偏少，但我觉得四比较不好的点是因为他刚刚第一轮他直接说五是 X 偏上，然后一二偏好，可是我在这个位置我是说你偏尬的牌，但你却保了我，就是打你的人跟一只狼，所以我觉得这个发言有点像是狼。然后
也偏慌张，然后十刚刚就说四是我从我肚子里面生出来，所以我认识四，因为这个婴儿流保到四，所以我觉得四跟十真的有点像认识。对，反正四跟十比起来的话，确实四的发音比较不好一点。那四投出去，我游戏来结束，我们再去盘盘七跟十这边。那我会觉得，除非等一下四拍个什么身份，他要拍身份，好，没关系，反正我会想要出四，对，然后除非三聊爆，三四这边，然后十，三跟四如果都拍身份的话，我会想要出十，哎，怎么办？那这样子票会很分散。好，如果他们都拍身份，我会想要出到十。这样，我拍身份好了。那但是我这身份没什么身份，我是平民。那我为什么还是要讲出来？是因为他是归票位，所以他如果他等一下跳出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对好人太不利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四号是，因为我刚刚是第二个讲话，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资讯。那要听完一整轮的时候，我先讲七号，因为刚刚七号是刚可能在里面一开始先念是说对六号讲说他对我说觉得说是个容忍度，所以我觉得其实七号在我的视野里面一直是听起来是偏好的。那八号从第一轮到第二轮，我觉得也是好，我觉得反而是这个六，他刚刚一开始第二轮的一开场就直接先怼我这个三，然后保了这个四，我觉得会有点。这好像我先讲我的狼坑好了，一、四、十，然后容错是这个六，这是我的狼坑。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十？是因为我想要把你放到最后，原因是因为你刚刚是说三四，你不是直接把我这个直接把我推出去，你是说三四你要去选，所以讲说那是不是我会让我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你听不懂这个逻辑，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直接踩死我是三，我就是狼坑，我觉得你想就是想把我这个好人推出去，那。我这边是平牌一张，我觉得我不管他等一下跳什么，我都一定会票他，我是一个票四的，因为他如果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女巫啊，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动不了他，你们就出到我这个好人，那我觉得这样太冤枉，我这轮一定会全票出四啊，对吧、啊？因为他第一轮在他对你这个 feedback 就说你们两个眼睛怎么样，我就觉得相对我觉得他更划水，所以我会出这张四，对，过了，我有一把枪，猎人。然后我的狼坑是一七八容错三，但我刚刚听完三之后，其实我觉得三挺好的，我会把它出坑。我觉得坑位可能是十，我的妈咪小赖妈。对，然后我先回复一下刚刚的七跟八好，因为七跟八他们那边打我的点是因为他觉得二在踩我，但我在因为我在前面说的是一跟二，他的眼睛很大，因为我那时候是我需要一个提醒的状态。然后怕人家猜我的身份，但我底牌是猎人牌，我不想要让我的状态提太高，让人家觉得我是一张猎人牌。然后我说，哦，一二好像没有闪躲我的眼神，所以一二偏好，但七跟八都拿这个点来踩我，所以我觉得七跟八是双狼。然后容错的话，原本是三嘛，然后现在觉得容错可能是这个十，但我今天要出票的话，我应该会出这个八。我出八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天就说了，这个八在三号在发言的时候，八一直在看。就是大家的身份牌，我一开始就说八号可能是个身份牌，然后八号刚也没有排除身份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出八游戏就结束了。对，我底牌猎人牌，那如果大家出我四的话，我就会把八号带走，啊，游戏还没结束的话就再看。对，我觉得三号挺好的，我觉得刚刚三号的表水就是很有求生意志，就他就真的感觉像是个好人，不然我真的很想出三，因为我容错就三啊，其实就是三四 PK 嘛，那我出去带你，但我觉得你刚刚的就是标准很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八了，我觉得就是一七八，那八出去没有的话就可能是十这样子。请大家继续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四号淘汰请去淘汰区，请发表遗言。哎，没有请。哎，怎么了？你的枪呢？哎，掉地上。过。你的枪呢？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
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说不要吗？你要读谁呢？女巫请闭眼，天亮要请睁眼。昨晚二号被杀死，死者请至女王派去。启动有色技能，你要带走对象是。结果他猎人，我刚投四啊，因为我刚说我要投四，结果他，所以他一定是狼吧？因为他跳一个猎人身份，然后结果也没对啊，真的猎人在这边，然后他不带。那我刚说我是我刚这边是一四六十八这边，这个四一定得投出去啊！他刚最后还想要归这个八，怎么可能归到这个八？六是我刚一开始觉得说他刚刚一开始就直接，你看他直接踩我第二轮的时候。把我踩到最低，然后抬四的身份，然后十是在三和四中间去选择。我等一下听一下四同你的想法好了，我自己会应该我会偏向十号，我会偏投十。我先跟你讲为什么我刚才会踩你，因为我刚才其实一直认十是我的灯塔，然后因为我想说十去救了七，然后又救了四，那如果十作为狼的话，那狼坑太挤了。但我觉得，我为什么不可能做成那狼？我在真元家一发完言之后，马上铁站他边。我不可能，我作为一只，我要勾成这样吗？所以我不可能会是那张狼牌。所以我现在去回想的话，我觉得，八号刚打了四，在第一天的时候，然后十号去把这张四救起来，然后九去点了，九是好人牌嘛，九是被狼王带走好人牌，然后十也去，输出了这张九。所以我觉得十号应该是剩下的这张狼牌，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四号刚才去强力输出这张八号，我不确定有没有可能是做身份，但是这一把不会是我们轮次，这一把一定是，我觉得轮次会在八跟十上，我觉得现在十号在我这边最有可能就是他救了这张四嘛，然后去输出了这张九，这是他的肥点。我从头到尾都是觉得六三好，如果六是狼的话，那真的 MVP 给他，我真的输给你，败给你，好吗？八号牌底牌女巫牌，狼队很坏，自刀一号，然后一号的也被全部人民爆，一号只好自爆这样子。然后我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心路历程了。我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有说，我觉得四号很像狼，但是晚上我却读了七号，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四号。它是一张就是可能比较不常玩狼人杀的牌，我想它如果是底牌是狼，它直接就爆狼了，并且在九号牌玩家发言说七号牌的肥点之后，我重新看了笔记，我觉得七号牌真的有作为倒钩的可能性，而且它发言有点断断续续的，很像是原始起跳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狼队的位置要开始猛踩这个一号牌，对吧？那十号牌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十号在上一局肥到怎样，因为我觉得十号可能是一张晕的好人牌，然后在十号发言之前我上一局打的坑也是一四七十容错，那我只能说我七号读错了，那坑得是一四十。号发言爱神牌，爱神牌，哎，八号跳女巫牌，我想一下，因为我刚刚其实锁定了八号牌，可是八号跳了爱神吧，八号跳女巫牌，我 shock me。等一下哦，我先说我上一晚空连哦，因为我不知道狼刀很恐怖，所以我没有连。八号牌女巫牌，但是我刚算完整个轮次，八号确实得是那个女巫牌，因为一号是狼王牌嘛，二号是猎人牌，三号拍了平民牌，四号拍了狼，四号拍了猎人牌，但他并没有启动技能，所以四号就是得是狼牌。五号为预言家牌，六号没拍身份，七号是八号读了七号牌，但是因为那一天是有死人的，所以七号牌做不成女巫牌，九号也做不成女巫牌，所以八号就是真正的女巫牌。所以他说，你说饮水甲，一号是饮水牌，饮水自刀牌。然后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爱神牌，所以像狼坑是三跟六，三跟六去选，三跟六选，哇，
三跟六选，我想一下哦。六没拍身份，但我觉得六真的还蛮好的哎。刚刚投谁？我看一下。我先讲，我刚刚投四非常出坑了吧？因为你想哦，四号在那个位置，第一天我保四号牌，我用婴儿流保了四号牌。但是如果但凡我为跟四号的队友，我刚刚第二天直接攻三号牌就好了。我还说三四轮次谁聊得不好谁出去，确实三号牌平民，四号牌猎人。但四号的发言内容超不像猎人牌啊，所以我投了四号出去。你们如果要怀疑我跟四号做身份，四号在那一天归八号牌的时候，我就会去投八号牌了。我若跟四号作为队友，场上的局势那么差，四号牌归八我就投八了，我还去投四干嘛？所以我现在可以投三号牌。所以你们觉得四跟十作为双狼，我觉得很不合理。四号牌在那个位置是输出十号牌的，他觉得哦八号出去没有话顺出十号牌。所以我觉得你们把我跟四座的队友很不合理。我先跟你们讲另外一个点好了，你们要相信艾丽尔的配置。如果艾丽尔是猎人牌，他从头到尾十踩我这个十号牌，他身为猎人牌直接带我走就好啦。他犹豫了，为什么？因为我投的是四号牌。你们要注意艾丽尔死前看了一下那个表情。Oh my god， 我投四号牌超好。他如果铁信我是狼牌，他直接带我走就好。杨秀，你应该有 get 到这个点吧？就是狼坑就是三跟六，反正我个人三跟六，我是想要三六 PK， 我是爱神牌女巫牌，三跟六 PK 哦，三跟六 PK， 过。请大家进行投票，三二一，请投票。Noj 啊，绝套。淘汰继续淘汰区，游戏结束，正义联盟正式开始。对啊，我知道啊，因为没有人拍爱神啦。而且我第一天没有连，其实我超想连。干不连？没有，我第一天，我跟你讲，我说真的，我第一天很想要连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今天穿很像情侣装。但后来想算了，不要了。你怎么不连你跟我？对，我幻想第二天再看状况，结果三名六名，谁被带？就是谁被带走了？天！我刚才讲完，我要大家图谁来图名比较成功？你要先确认我是什么？对，没有人拍，你可以去跑再去问他。没有，我刚刚以为你看是路有人。哦，因为我没有投到，我没投他，你没投他，所以我想说，我可能是平民，对，我猜你是平民，你是猎，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可以投到不带我，你放过你吗？因为你投四，不然说你干嘛？你四十随便读都是狼哎，好可惜。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觉得四如果是狼，他会自己聊爆，所以不想读他，自己聊爆就可以，自己聊爆。没有，我本来想要踩女巫，可是我想身上没有女巫的位置，我都聊了。你们会信吗？就是就四号，就八不可能是女巫，他怎么可能毒气？你刚如果是你只推六，我可能还会信。但你刚刚说这孩子还要毕业什么，我就觉得你一定不是爱神啊。嗯啊啊，为什么？不是啊，因为我又不知道你真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是这样的。你说我输出单六，你会信我？对，我反而我可能还会信你。用脑说。所以就觉得爱神是废爱神，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对，只是一般好了，没关系。我你没有连啊？我没有连，干嘛？然后我就走了，我就点个坑，然后我就出局了。所以他点对，他点对了，我对点错一个，点错七。你点对，如果你有连到就很厉害。对，没办法，就是雨天带很准了。对，雨天带很准，雨天带很。他那时候带我时候，我想说天啊，这点了两个都是神呢。嗯，猎人跟二九都是蛮厉害。我刚才还想说，还是不要带冠宇，因为他最近积分太低。结果还是带，你感觉还是带了，还是可是他没有赢啊。对，對啊、你把他带，你把他带艾丽也是神呐、啊。对，那你会带谁？四四四，你会带四？哦，那太怪了，十七连，那更难赢哎、欸。我会十七连，那我真的会还是会还是会赢，你赌谁都还是会刀我。对，嗯还是会刀你啊，可是他赌七我就输了。对，因为他跟我连就没了。嗯。
光说跳浴我很没空间，而且你还饮水浴准备要大发威，对，反其实你可以硬跳，哎，我硬跳没人会理我，不一定，想要节目太长。那你跳，你跳对人数，对人数，你还是可以。我没办法，我那位置我一定得这样讲。哎，杨少，雨婷跳得行吗？我其实不会，我在夜间看到雨婷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板子是可以自刀的，然后我就一直洗脑自己可以自刀，可以自刀。OK， 因为雨婷很爱打影的，因为我一直抓不到女巫是谁，因为没有人要在你边，你知道。嗯，大概毒妻就只有杨世荣或是你可能是女巫。嗯，好，那我们票选 MVP 喽。票 M， 好，票 M， 五票当选想宜。谁呀？想宜。我想宜啊。想等一下，等一下，真的要想宜耶。那有点对。好，可是他很早死哎。好，我有一个，我也有一个票。好，好，三二一，给冠，没有我。饮水潮，好乱。拱举，拱举，爱举，谢鱼举，鱼举，有鱼吗？还有谁？江头鱼啦，我投鱼啦，我投鱼。那就是刘举。好的，东西来宣传一下。OK， 这是我的新歌，歌名叫做《对吧》，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就这样，已经12月9号已经数位发行，那接下来会发我的全中文 EP 叫做《变了没变》，请大家多支持，谢谢。干脆就这样对吧，说完了最后一个话，哦，再也不必害怕下个天亮，那我们就这样对吧，反正你也没差对吧，感情走到尽头，对吧？对吧？谢谢，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李东轩。好的，想看更多赛好，就记得订阅娱乐百分百的官方 YouTube。我是王莎，下次见。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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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吗？快点！头很晕。